您还记得您是来做什么的吗？我想要改变回忆。他的重点不是在于删除记忆，而是将你由参与者变成旁观者。之前我去做回忆搜索，但是我把回忆找回来以后，去看到那个人，人在哪？回忆里杀人的人就是我。按照你的说法，凶手是个连环杀人犯。你已经失控了，这样下去很危险。当初如果你们还有在一起，你觉得现在我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们不能为了抓到一个怪物而去制造另外一个怪物。